你们两个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什么？不，你是来干什么？这幢房子的隔音不太好，你们两个吵着我睡觉了。行了，你们小点声啊。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赛车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帅爆了？实物比照片看起来更帅。哎，小纯，嗯，你在这儿是不是第一呀？啊？我向来都是第一啊，不是我还能是谁啊？啊？哇，你好厉害啊！可这儿为什么没有人呢？就是啊，人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了？在看谁啊？好帅啊！马清华来咱们 FRT 车队了。什么？马清华？马清华是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就是中国巡回赛车冠军锦标赛的冠军，我的偶像。站在我身边这位呢，不说大家也都认识，但是我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，他就是赛车手马清华，大家鼓掌欢迎。想必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清华呢与我们车队啊有着不解之缘，这也是为什么马清华要把他的赛车放在我们车队保管的原因之一。啊，一会儿呢清华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儿了啊，该干嘛干嘛去，散了。他肯定是没看见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哎呀，能够这么近直接面对马清华，也算是给家里争光了。别忘了，我可是你的幸运星。你愣着干嘛啊？不去要个签名啊？哎，那倒也不至于。还有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也能成为像马清华一样的职业车手了。你不是说他是你偶像吗？是我偶像。怎么，你害羞啊？哎，不是的。好吧，那我去要签名，你就跟在我后面吧。哦，好的。哎，宝儿，我头一回看见这么漂亮的女孩。我可是天天见。怎么，你喜欢？什么？你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怎么样啊，做得不错吧？哇，你看多神奇啊。这是我们刚刚入职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马清华老师你好，我们是来要签名的。你是谁啊？啊，初次见面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宝儿，是萧晨的女朋友。他是我朋友，他说想来参观一下赛车基地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里是办公室啊，都出去吧，把队员都叫进来，一会儿我有话说。叶子，叶子，我出去了。去吧去吧，拜拜。快走啊，宝儿，赶紧过来。站好，老爹在跟马清华谈正经事呢，打扰他们多不好啊。艾米，你来，宝儿你也过来。好，你俩相互认识一下。这位是艾米，不但是我的房东，还是车队机械师。天哪，机械师？对。艾米，嗯，我们宝儿就拜托你了。我去叫其他人过来集合，你们聊。我们家萧纯就拜托你了。我觉得挺有希望的，这次比赛好好组织啊。是啊是啊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由于清华的大力支持和赞助，我们准备组建一个风云赛车队。组建风云赛车队呢，是为了培养真正的职业赛车手，只有通过测试的队员才能参加这次的选拔赛。机会要来了，成为职业车手。Yes。 当然了，也不是我们一家嘛。好在呢，这次是在我们自己的赛道上，你们对这个赛道再熟悉不过了吧？这可是一个好机会。
要好好把握啊！好机会，我们也可以更胜一层楼。到那时候，我也会与你同在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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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就让清华老师给你们讲讲这个比赛的经验，还要传授一些技巧给你们。我人品爆表了 ，yes。我人品爆表了 ，yes。其实呢，上海这条赛道，它是一条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一条中低速的赛道线。我们把它连起来的话，是这样。如果你行驶的这个转弯的半径越小，那你的速度就越慢。如果这是一个钟，不要忘记3点钟、9点钟位置，只有这两个点，松油、刹车。我们基本上会选一条尽可能短，你的线路越直，你才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去进弯。你是车队的机械师对吧？嗯，太帅了吧？也没什么。你这条裙子很漂亮啊，萧晨给我买的。可是你不觉得很土吗？是他送的，我才给面子穿的。其实这不是我的风格。我也觉得，确实挺土的。是吗？那个，我是说直男的眼光还真是不敢恭维。那倒是。马清华你好，能见到你本人真是我三生有幸啊。哎，萧晨。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啊。哎，我真是太荣幸了。大家对你有很高的期望，以后你要好好努力。我知道了， FRT 的未来就交给我萧晨吧。嗯，好，时刻保持信心，咱们以后见。你和萧纯是什么样的关系啊？队友，我们是同事。哦，是吗？就是啊，明明都有我了，萧纯不会乱来的。除了我，萧纯不会看别的女孩子。那你和萧纯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俩恋人关系。嗯，虽然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。对了，昨天那条裙子是萧晨给你买的吗？裙子？什么裙子？哦，那条啊，不是，是我自己买的。哟，和你撞衫了，不太一样吧？是一样的吧？一样啊。哎呀，在穿着方面，我向来都不太注意。怎么了？有没有在背后黑我啊？我去趟洗手间。你以为女孩子的裙子是校服呢？校服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想，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干嘛？什么东西？你穿裙子的照片。你为了嘲笑我照的这张。你别闹了，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，你出去吧。你不是说你妈妈想看你穿裙子的样子吗？相框你喜欢吗？这可不是便宜货，我挑了很久才买的，记得给他们看看。我饿了，赶紧下来做饭吧。啊，萧纯，怎么了？要不然让宝儿跟我一个房间。什么？